节目最后一样，我们还是要请我们这场活动最辛苦的，来自于我们小事制作，也是我们的周一学校的主理人，我们校长乃泉老师要来做一个结尾，欢迎我们乃泉老师。喂，好，非常谢谢大家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活动依然留在现场，留在现场，发生什么事了？好，然后真的很谢谢，因为其实以往来说，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很少会有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舞蹈演出。是是是。那今天在这个地方呢，除了就是感谢这些很忙碌的评审，然后以及协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DJ老师、摄影同仁，以及当然还有最辛苦的小事制作的同仁，以及国小心要小心讲。国家两厅院台湾国际艺术节披发节目，好的好的，然后谢谢，真的谢谢文翰、包子还有李如总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处于一种给对方一个互信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办这样的比赛，我们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然后虽然这样的活动，也许在很多跳街舞的同学的平常生长的环境里是很常。显而易见什么？我在成语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哭的。刚刚没关系，老师。就是虽然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然后也可能是你们生活中一部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平台最大意义是我们终于有一天可以，就是不是只是自己关在房间里练习，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人跟我们一样都很寂寞的在追求自己的技术，或者是在。追寻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这样的质疑。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舞台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技术要再好好的加油，还是说，也许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太严肃了，也许我们需要再放松一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是很享受的。所以今天在这边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愿意留在这里，我们非常开心。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所以绝对不会是谢谢我，一定是谢谢我们小事制作整个家庭，然后连亲属都搬出来了，这么夸张。所以真的很谢谢每一个人在这边，然后希望你们今天回家之后可以带一点点什么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回家，然后这个可能可以发酵，然后可能可以做点什么。然后请容许我提醒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遇见你觉得非常有风格的舞者，或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以这样子舞蹈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勇敢的告诉他，我们很需要被肯定，然后我们也需要被肯定之外，我们还要更加努力。那晚上还八点还有一场周一学校，然后会是由我跟小事制作为大家服务，所以如果你不太知道周一学校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们到底在街头共学到底在做些什么，欢迎你们留下来看。然后在这边最后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希望大家轻轻的把头转到上面去，我们一起留一张大合照好吗？然后再次非常谢谢两厅院跟大家，谢谢亲爱的评审，谢谢。好的，谢谢我们乃泉老师。当然我们在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的话，上面的朋友们尽量的往下站一点，对，尽量留在这四阶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其他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往两边靠，包括往中间这个区块。